还是不要确立前朝之事了，好好的享享清福吧。由鞠婧祎、曾舜晞等主演的《迦南传》正在火热更新中。宝宁不愿当皇后，不愿意当靖海侯世子妃，她选择了爱人李谦。宝宁嫁给李谦后过得很幸福，可皇上和世子都还不死心，认为李谦根本配不上郡主。先是世子赵嚣来找宝宁，处处为难李谦，逼他离开郡主，计策没得逞，反而吃尽苦头。李谦跟宝宁的感情越来越稳定，皇上跟皇后的关系却越来越恶劣。皇后想得到皇上的爱飞扬跋扈的样子，却让皇上越来越讨厌。皇上也是够狡猾的，利用皇后自私自利的性格，故意挑拨她惹怒太皇太后。皇后气晕太皇太后，皇上立刻派人到秉州接宝宁，让她回宫照顾病重的外祖母。宝宁自然心急如焚，只是她不知道自己这一回宫就被皇上软禁起来。宝宁发现怀孕，为了身体也不能逃跑，只是李谦能知道她的状况，及时赶来带她离开吗？期待后续精彩剧情。